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酒的鱼木鸭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生活大冒险》第十三季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们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大笨车。对不起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干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咱们是去找村庄，然后遇到了那个变成僵尸的小女孩。她哪去了？那、就她已经长大了，但她长大之后穿的这衣服，怎么说呢，我是在线下挂机那边，他正在建那个大学，狗当反复强调让我动作快点，还好我动作挺快的，要不然他又变成别人的。现在我跟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那个什么互动值的话是139。我先给他份工作吧，等一下让他变成护卫。哎，变成护卫之后怎么戴上帽子了？我爱的是他的眼睛。不对，我爱的是他整个人。对，那么咱接下来的话，而且我在线下发现了一个可以挣他一个小目标的方法。我打开他的那个物品栏，发现他物品栏一整背包的那个玫瑰金币，而且这玫瑰金币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不是我放进去的。你看，我拿出来之后不会扣那个什么互动值。No pay。为了证明不是我那个，不是我放进去的，我再继续送他那个，送他玫瑰金锭。哎，哪去了？他跑了。先命令他跟随我。你对我简直就是好到家了。哦，木鱼，我爱死你了。部落金汤。什么神雕？不知道。哦，是有什么建筑建好了？我真不敢相信你会送我这么有深意的礼物。我先让他的那个互动值涨到200，涨到200之后，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个成就的。我鼻炎犯了，所以说话鼻音特别重。哥，我要去找一个妹子。我235了，怎么还没有获得那个成就？与一位村民获得200的互动值。不是你媳妇儿哈。我再送一点，送到250。真吉利。好，253，299吧，意味着爱99。271。再继续。哇，他居然衣服都脱了。301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再次打开他的背包，应该他背包里面又是一整背包的那个。呵。哎。不对吗？哦，我有办法。狗蛋，你现在有心仪的那个吗？没有。心仪的对象吗？没有。我找。对，为了证明我这个不是我自己放的，你必须得找一个。好，我这期我一定给找出来，好不好？你忙你的，我找我对象去。可怜的妹妹。工具当时吹了。我陪你一起找。我
我想找个漂亮的女孩子，我不想要找男孩子了，他们都好爱。你干什么？嗯，你的性别是真的不卡哎。我干嘛要卡性别啊？我们女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是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你颠覆了我的三观，真的。我感觉我可以有个男孩子，粗暴的，算了，再见。在空中村庄，男人最懂男人，所以你哥我替你找。嗯，你可以，你帮我找个漂亮的男孩子也是可以的。他是在等我吗？你找到了？嗯，好可爱。是个妹子吗？卡哇伊伊，你等我。你有毛病吧？快点快点，哥哥，你看。哟，这个黑妹子，可以的。她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，是那种肉肉的，肉食色。看上去她好强壮啊。但是她很矮呀，个子，很符合我的。我还是个牧师，你带她回去。怎么带？嗯，我直接跟他结婚了，然后给他弄回去。哦，有办法有办法，你跟他结婚之后，那个做一个哨子，可以把他传唤回去。好，你等着哈，我给他送点金子，可以吗？送玫瑰金，玫瑰金。哦，玫瑰金是吧？我有玫瑰金，我有钱，老土豪。一直送到100，送到100之后再送他那个。戒指、啊、订婚戒指，他人呢？完了，跑了他嫌弃我，他不会自己摔下去死了吧？不可能，他不会往下走的。我在这完了，他要有点想不开了。别，兄弟别，你要不然我不跟 我不找你，我不找你。你别把他挤下去啊。哦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我跟他互动整理。等一下，OK， 不要想不开啊。千万不能想不开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下他安全了，想下去也下去不了了。快快快快，你动作快。我再给他那个互动赠礼呢。已经涨多少了？90。涨到100，要多送一点，多送一点，送到150吧。加油！哎，这戒指我丢给你。好，谢谢哥哥。亲爱的，哇，已经多少了？黄了。那送他戒指。戒指，嗯，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我会爱你的。然后再继续送他玫瑰金。哦，好。现在好感度有多少？现在是150啊。150，再继续送。160。送到200去。哎呦！不要打我老婆！我哪去了？举起来了。你居然能把它举起来！我的天！好家伙，厉害了！哼，不像你，一个男子汉举不起自己的老婆。我当某人举起老婆，那就是一只手的事儿。干，被嘲讽了。他卡方块里了，你个快！你卡了吗？你卡了吗？宝宝！别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深渊了。他250了，不，他好感度258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他长点那个。哇，可以一直点啊。嗯。我才发现可以一直点。已经多少了？358了。你打开他背包。背包在哪？
就是一整背包的那个护品篮，对、啊、对吧？好多呀。狗当的视频可以作证的，走吧。我的有一组多。才一组多吗？对啊，一组多，但是我送没有送够一组的，没有送够一组。我送了他很多啊。哦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可能你老婆比较特殊。这就尴尬了。真的，真的不是我自己放进去的，真的。嗯，你老婆她比较特殊，肯定的。嗯。怎么？去睡一觉吧。咋带回去、啊、好了别站了，我的床不站了，你们起来。好了，新的一天。哎，我那我老婆又不回宿，跑哪去了？我在这，在这。互动，交谈，接吻。我不会拿世界上的任何人来换你，获得了生死之交。我们这些村民机会种地，也可以打造工具和铠甲。还识文断字，会酿酒，会施法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会别的事情。就唯一不懂的就是盖房子。哦，他说什么狼虎之词？哥哥，你去调戏他一下。他说了什么狼虎之词？什么狼？那叫虎狼之词，不叫狼虎。你去调戏他一下。你老婆我调戏他。你去调戏你老婆一下呀，他会说一句很好害羞啊、哦。我老婆呢？好害羞啊，不要说话了，羞死个人。我老婆哪去了？等一下我租个哨子。我不敢看大家了。太羞死个人了。口哨，金快加金锭。哦不对，金铁定加金块。好 OK 够了。哦，就在我面前。怎么个调戏法？我当然愿意。你不是你多调戏他一下，他会说一句很羞涩的词。小宝贝你好可爱哦。不是。已经过时了，就和你一样。不是吧？你老婆怎么不会这么说呢？她，我老婆给我砸了，抛了个媚眼，跟我说，你还留着你的看家本领呢。我老婆还脸红的告诉我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把。她跟我说了。好羞涩。等一下，我要带她回家。好羞涩。哎，你 A 啥呀？是我不行吗？再继续，我就不信我，好像不会触发那个，去找一棵树向他暗送却不，完了，气死我了。是因为性格造成的吧？再来一遍。完了，我这又他又叹气。哥，你不行，受不了了。要个孩子，给我转圈圈。我是个女儿，右键命名叫
小月啊。好 ，OK， 一个小女孩。咦，怎么变成两个了？啊？哦，哦，出 bug 了，出 bug 了。这下我行不行？来，大声的告诉我。调戏。又他。气死我了。他说：“如果你是这个意思，就证明给我看。我调戏他是这个样子。”滚！你要不要去调戏我老婆？不，不，不行，你不行，你不行。气死我了，来吧，咱们这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我看大学那边，大学那边进度应该马上就要建成了。嗯，来吧，咱们结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